有位年轻姑娘住在拿撒勒城，她已经被许配给一个名叫约瑟的木匠。那姑娘名叫玛利亚。蒙大恩的女子，主与你同在。 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上帝面前蒙恩了。你将要怀孕生子，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我还是个童贞女，怎么可能呢？圣灵要来，上帝的能力要降临到你身上，因此，你要生的婴孩必为圣，他将被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。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，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已有6个月的身孕了。在上帝，凡事都能。我是主的使女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